缺乏咗款國家俾嘅支援，咁呢啲咁樣嘅實際嘅貧窮同埋受苦難嘅處境咧，都係人哋三世界參加會議嘅主教咧提供俾大會嘅。嗱，其實咧，提供會議發言嘅主教咧，好多時都係由富裕國家，特別係歐洲或者美洲嘅主教所。不過呢次主教會議咧，貧窮地方嘅主教咧，佢哋嘅貧窮咧係相當大嘅。咁世界主教呢一屆世界主教會議就正係針對呢一種呢個世界貧富不均，同埋好多地方處喺貧窮嘅情況之下咧，教會作出一個呼籲，就係要改善呢一種咁多人、咁多國家受苦嘅一個情況。正義與勢呢個文件，佢唔係喺觀念上去討論正義，而係話我哋需要建設一個更加美好嘅世界。所以正義與勢呢個文件咧，其實就係一個實踐性嘅呢個文件，呼籲人履行正義，以達到一個更好嘅世界。所以呢個文件係有一個遠景，一個指向嘅。其實1971年咧，建設一個美好嘅未來咧，都係世界上好多地方共同嘅一個話題啊。特別當時候咧，共產主義咧係未曾跨國嘅。咁共產主義亦都提供咗一個建設一個美好嘅未來嘅一套理論同埋實踐，建設好嘅世界。咁而為相當多嘅貧窮落後嘅地區咧，共產主義建設未來美好未來奔赴嘅理想咧，相當吸引。同時咧，剛才我所講啦，好多新嘅國家。他們剛剛得到獨立，離開了殖民地的控制，這些新興國家呢都要尋找自己的路向，找尋自己國家的發展。教會就在這個時候，在各種不同的方式建設未來當中，講出教會所推薦的文化，就藉著履行正義去建設一個新世界。
作為天主的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分貧富、不分種族、不分文化和信仰，都應該得到的東西。簡言之，就是他作為天主的受造物，作為一個人平等的一個分子，他應該享有的各種的權利。你讓一個人得到這些權利，他所應該得到的東西就是滿足了這個政治的責任。所以一個人應該得到的，用一個字就是權 human rights。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應該得到咩嘢，就是呢個國家的權利。咁究竟人權啊呢一個咁有綜合性嘅呢個咁嘅觀念，究竟佢包括啲乜嘢嘢咧？咁即係話有冇一個清單列出嚟，邊啲先算係人權咧？政治宣誓嘅文件咧係冇寫出呢個 list 嘅。但是他是認同了聯合國人權憲章所講的權力，其實已經相當了，包括溫飽權、居所權、工作權、健康照顧權、自由權、信念的自由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發展的權利、參與政治、參與文化等等嘅權利啊，咁所以淨係執行聯合國人權憲章列舉嘅各種人權咧，已經係相當多啦。咁政府世佢係冇特別列出呢個清單，不過佢係認同咗呢個清單，同呼籲咧，呼籲教會同埋一切有善意嘅人咧，都有責任去履行。賦予別人呢啲咁嘅權利，咁另外一份文件比較後期啲嘅咧，就列出個清單咧，就係呢個社會憤怒會篇啊，咁呢個裏面就寫咗呢個清單，咁有時間咧大家可以參考。政治嘅履行唔單止係要助長人、幫助人。包括了盡一切的力量去消除那些相反陣營反對的事和制度。講那些事呢，我們可能覺得呢教會所講的是政治，就是讓得到的權利，和很多來自先知的政黨、政府、民間組織所講嘅咧係好相似，咁的確係，因為教會咧就並唔係講啲馬雲之客同呢個世界嘅好運同嘅嘢，教會咧係基本上認同咗呢一啲內容同埋啲行動，但係教會咧除咗喺呢個基礎之外咧，佢亦都有啲教會所特有。即係教會係建基於呢啲基本嘅對人嘅尊重同埋服務嘅一啲政治嘅觀念，但係佢加上佢嘅一啲睇法，呢個就係教會嘅信仰和服務。咁咧就我睇呢份文件咧，就可以綜合到五點啊，五點。第一咧就係履行正義同全福音嘅關係。第二點咧就係履行正義同愛德。第三咧就係、是、教育正義，Education for Justice 啊，呢個今日就發展中心做好多嘅事啦。咁第四咧就係、是、正義與發展。第五咧就係、是、禮賢生活與正義。咁好簡單，咁就裝邊幾句。第一點咧，履行正義咧。
關係嘅。咁呢一點咧就係呢份文件咧就好獨特嘅，亦都有人稱為咧呢一點咧就係、是、呢份文件嘅神學嗰個背景啦。佢哋有一個觀念咁樣嘅，佢話傳福音啊，意味住喺傳啊，喺傳福音裏邊推行正義咧，係呢個耶穌所俾我哋呢個傳福音嘅使命。可以分開佢嘅部分，佢嘅英文詞就 constitution 啊，履行正義啊，justice is constitution to evangelization 啊，基於復傳係耶穌俾嘅呢個吩咐同命令，呢個係一個啟示真理，咁信徒教會。就冇責冇法子可以要噶啦，因為耶穌所命令嘅。咁但係呢一個命令傳福音咧，同履行正義咧、宣講正義、實行咧係分開嘅。咁所以履行正義、宣講同埋推行咧，同埋為正義工作咧，係履行耶穌嗰個過分服。當然在這份文件頒布之後，有一些討論，就究竟 constitutive 這個詞的權威性，即是那個深度性，就是說教會存在有很多不可缺的部分，比如說禮儀是不可缺，目的不可缺，聖事不可缺，那正義是不是同這些部分平衡呢？咁一般意見就認為係，即係唔到聖事嗰個重要性，但係佢亦都唔係可有可無嘅。即係話，如果冇咗咧，教會即係如果冇正義嗰個工作咧，教會就辨認唔到佢係教會。可能佢都有啲禮儀，可能都有啲情況，但係佢都不似教會，冇咁嘅精神。即係唔都唔係可有可無嘅，而係都好重要。所以忠於基督嗰個吩咐咧，就係、是、教會履行正義個神學個基礎。第二個特點咧，履行正義同愛的關係咧，正義既然間係幫助人去得到佢呢個特點，或者去取消、去消滅一啲阻礙。但愛德咧就超乎呢個層面啦，因為愛德咧係人嘅心態，係人嘅生活嘅一個態度，即係弗林斯開始所講啊，係一個精神，一個生活態度，就係別人嘅需要。呢個需要咧一定係喺個情感裏邊，亦都唔一定係法律裏邊。不過，你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處境、不同的文化，好像有一些人需受助，而你接觸到一些受要求助的人，你幫助他，你舒緩他，那這個就是愛正義了。那這些正義呢，就不在這個清單裡面去發言，而是基於愛德，愛德是沒有事的。三咧就是、教育正義啦 ，education for justice。嗱，1971年咧呢份文件咧，對於教育咧就提出咗一個為當時好震撼性一個觀點，就係佢話教育唔係用老師嘅呢個範疇，教育唔係培育老師嘅呢個範疇。有道德行為的一個人，而這個人呢要教育他懂得去判斷和批判對和錯，要教育他分辨到這些東西是政治，而他願意去推行政治。
當中作一個獨立嘅判斷，不受全個市場影響。嗱，咁呢一個即係40年前咧，能夠對教育呢一種嘅呢個睇法咧，實在係即係相當相重要。40年之後咧，我哋睇到咧，40年之前教會對教育呢個咁嘅理想咧，係並不過時嘅，反而今日嘅處境咧。可能比71年主教指責教宗嗰個失誤嘅情況更加嚴重啦。當時源頭教會覺得嘅教宗應該係老師做制裁自己翻版，話今日咧呢個咁樣嘅偏差咧已經達到更，所謂更差嘅程度。所謂係一啲富裕國家、民主國家，好多時教會就係製造。忠心於黨嘅人，話咁呢個比唔使做老師嘅一個翻版咧，更加嚴重嘅錯啦。咁大家睇到香港教育咧，係教出乜嘢人咧？咁啲人都好啊，教育本身個制度啊，就完全就唔係即係教育嘅事啦。教育即係係教嗰套。但係佢又講出呢個題，但係冇錯喺度，只不過佢又冇講解。
朝拜呢個禮儀呢個城市咧，呢個咁嘅靈修生活咧、信心活咧，係俾我啲動力，俾我啲動力去生活出呢個正直情感。我其實，所以呢五點咧就係、是、教會係一般嘅正直性嘅一種講法，就好嘅正直性講法之外咧。所以这个